只需要一部手機，按個掣就可以輕鬆記低眼前的景色。但是以前手機未普及的年代，甚至連相機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擁有。要記錄當時的風貌，就需要畫家用他們的作品去留住這刻的畫面。Philip， 你覺得在相裡面看澳門和畫裡面看有什麼不同？Philip， 相是很真實的記錄，而畫是一個情感的表達，好像這幾幅畫一樣，給我的感覺是溫暖和寧靜的。這幾張都是喬治斯密洛夫的作品，他是俄羅斯的建築師和畫家，是出生於中俄邊界的城市海參崴，在戰亂期間曾經到過哈爾濱、青島、香港生活，後來輾轉來到澳門，期間畫了幾十張澳門的風景畫。這批作品是創作於攝影未完全普及的年代，令澳門當時的建築、街景、風貌得以全面記錄下來，對於澳門來說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寶貴財產，讓我們可以了解到以前澳門的景色。Philip， 以一個畫家的角度來說，你認為史密洛夫的作品有什麼特色呢？他作為一個建築師和工程師，他的畫比較能體現出一種空間感和立體感，再配合水彩去做創作，能夠令到他作品更有通透和清新的感覺。再仔細看他的作品，我們會感受到他嚴謹和務實的風格，描繪建築物的細節比較多，充分掌握到建築物的結構，用色非常豐富和精準，就好像感受到陽光在畫面上的溫度，的確是會有自己的個人特色的。我知道史密洛夫來澳門只是短短一年，但是已經留下了不少的作品。今天由我和畫家蘇文樂先生帶大家一起走訪史密洛夫在澳門走過的足跡。現在我們來到綠屋圍，當年史密洛夫就曾經在這裡生活過，過著一些雖然貧苦但是相對安定的生活。史密洛夫來到澳門這個相對和平的小城，但是在戰亂的時代要謀生的確不容易，為了養活一家幾口，他只能夠放下自己作為建築師這個角色，改為以畫畫維持生計。他還接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例如擔任聖路易斯中學的美術老師，亦做過舞台佈景設計，還有就是被委託畫一些澳門的風景畫，以及為葡文雜誌《浩國》設計布頭。當時澳門雖然沒有直接受到戰火的襲擊，但是物資其實都是很短缺的，其中包括他畫畫的材料。大家看到他的作品都是細細張、黃黃地，其實是因為史密洛夫當時只可以找到這些畫紙。其實在這麼艱難的年代都可以為澳門留了這麼多畫作，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來的。是的，他還在這一區畫了很多不同的風景，跟我們一起看看。史密洛夫的工作室是三巴仔街12号，专门承接建筑设计、装修、艺术相关的工作。而他工作室附近的修院和圣堂，自然就成为他主要的描绘题材啦。由史密洛夫绘画的作品，我们可以知道他当时是活跃在欧洲人的生活圈子里面。他的作品除了以教堂等历史建筑物为重点，亦都不时描绘了周边民居和街道环境。由此可以見到澳門城市面貌的變化。作品入邊偶然會見到有小販、三輪車夫、挑擔嘅人同埋帆船，由此可以見到澳門人當時嘅生活情況。史密洛夫當時受委託要繪畫澳門嘅風景，當然唔少得澳門嘅市中心啦，所以佢留低咗唔少以澳門風景同埋城市面貌為題嘅作品，特別係一啲歐式嘅建築物。佢曾經為市政廳，即係而家嘅市政署大樓畫過幾幅水彩畫。由他的畫作可以明顯看到議事亭前地的變遷。市政署畫廊在1985年啟用之後，這裡亦都有為他舉辦過個人畫展。他畫過這麼多幅澳門的作品之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這幅《玫瑰堂》，你會明顯感受到他用了比較多的時間和心機去畫。畫裡面有不同的人物的穿梭，小販在教堂附近做生意，人力車停在附近等客人，很熱鬧亦很生活化，再結合了玫瑰堂嚴肅又寧靜的背景，加入微妙的光影變化做修飾，將當下的畫面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來。相信史密洛夫在畫這張畫的時候是非常之享受當下的時刻，盡情投入。
東方基金會的會址初期是富商啤利拉的別墅，在1960年代就成為了賈梅士博物院，之後去到1989年正式成為了東方基金會會址。 Philip 啊，史密羅夫到底跟這裡有什麼關係呢？當時澳葡政府的經濟局局長羅寶就幫史密羅夫買了幾十張畫，並將這批畫作捐了給澳葡政府，成為了賈梅士博物院重要的館藏，現在就由澳門藝術博物館收藏，是澳門重要的文化資產。史密羅夫離開了澳門之後，就跟家人去了香港定居，可惜他很快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但他為澳門歷史風貌留下記錄，我們今天可以透過他的作品感受到當年澳門的迷人風光。嗯，唔該曬 Philip， 大家不妨跟住史密羅夫的足跡走訪他畫過的街道和建築物，感受一下他作品入面的心情和風光。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澳門歷史，可以親身體驗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又或者好像史密羅夫那樣用畫畫的方式去發掘澳門不同的面貌。